这里雨季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？有，有，因为你太棒了。对啊，太棒了！就金马最佳新人奖，谢谢小 S。我觉得好不好？献上我所有的祝福。太客气了，我觉得志玲真的也还算不错。很棒了，她超棒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好姐妹了 ，OK。Thank you.